这段路的照明前半段是采用 TYC 150瓦 HID 路灯，后半段是采用250瓦的高压钠灯，清晰明亮的照明跟昏暗不清的照明，你应该可以感觉到你喜欢的是哪一种照明环境。等一下我会带你走一趟，我们清晰的来比较一下。我现在在的这个位置在台南市政府前面的广场， TYC 的路灯依然清晰明亮，而且没有二次光害。在这个广场的附近正好有一条路是 LED 180瓦的照明，让我带你去比较一下哪一种的照明你会觉得比较舒适。走，我们过去。我现在在的位置正好在台南市政府的东侧广场的路上，这条路所用的照明是180瓦的 LED 路灯，带有一点蓝光的照明，你觉得跟 TYC 的路灯感觉如何呢？